大家好，我是武秋风，我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索尼雅斯大陆生存。那上集呢，我盖了一个小土墙防御啊，可是这一座山啊，一直有怪掉下来，十分的不安全。所以今天呢，挖山太久了，挖完可能都已经七八级过去了啊，所以我打算在这边啊，在土墙的旁边挖一点壕沟，挖壕沟啦，壕沟战呢。然后顺便跟大家讲一下，我已经把版本改成 1.6 了，因为那个 1.7 交易的时候会强制退出游戏，根本不能玩。所以我就把版本改回来了。喂，那现在呢？现在为什么这里会有两个安德？你来参观我的坟吗？什么我的坟？我还没死。我死了，我也会在这边自己盖一个坟啊。不是啊，我干嘛帮自我自己干嘛诅咒自己死啊？还是把它挖掉好了啦，没事，在这边有一个坟，真是莫名其妙，怪怪的。你将安眠于此？不可能啊！不会死啊！不会死啊！把你的通通挖掉啊！呼呼呼，挖掉！下面有压力板。等等，我听到怪怪的声音了。这是怎么回事？太刺激了吧！作者，太刺激了！还好我有听到怪怪的声音哦。好啦，那我有看到那个铁矿，下去挖一下好了。还好我没死哦，莫名其妙，真的是吓死人哦。好了，来这边啦，挖一下啦。等，我应该要先挖煤炭，因为我没有火把，我身上没火把嘛。对，没错，没有火把了。挖一下煤炭，先挖煤炭要紧。煤炭我来了。这么刺激哦！作者这样不好哦。还好我闪得快哦，差一点点就没闪到了哦。我的脚边爆炸，在我的脚边呢，多刺激啊！现在这边插一下火把啦。这里还有有铁矿两块，两窟铁啊。这一座山就被炸掉了，就被炸掉了，喂。所以我把铁挖走的时候，这里就放水流了啦，算了啦。安德又要起飞了，先挖铁，铁，有铁，这里好多铁，两块，还有吗？旁边还有吗？没有了，两块好像也没有好多，这里嘞，一块，一块铁，两块，三块四块，还有五块六块吗？七块八块啊，没有了，就这样子而已啦。那这个洞到底要不要补啊？我正在思考，有点不太想补了。怎么会炸出这么大的洞？有点夸张啊。那我这一块就从这边好了啦。补到这里啊，下面放弃了啦，就这里。这里过去放弃了啦，我这里过去就不要了啊，舍弃了。自己说，我只要这一块啦，到这边而已啦，下面的都不要了。这一块啊，这一块是规划成我的。我好像比之前的还小啊，不要紧啦，没关系啊，我就不相信这样还会有人过来。这样还会生怪啊？不是啊。这样子，对啊，这样子应该就不会有怪从这边跨过来了吧？不可能吧？不可能有的吧？对不对？土，我的土，先去拿一下土，土，嘿，拿土啊！我先把这一块补好了啊，用石头和泥土把它补完啊，补完再说。回填完毕了，作业回填完毕啊。好大一个窟窿哦！这里啊，全部都把它填完了。那我现在啊，土墙已经该填的都填进去了，刚刚好用完吗？这么刚好啊！再拿一块，再拿一组来啊！来啦，这里，这里
就这样放弃了、哦。哎、欸，感觉好像地变小了、欸，这样子这样行吗？嗯，没关系啊，从这里，这里归我，这里归我的啊，这里归我的啊，那边归你啊，所以我要在这边啊，在外面挖啊，我先去挖，要来挖了哦，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啊，这里啊，壕沟作业啊，三格宽应该够吧，三格。三格他跳得过来吗？从这边跳过来，不知道。先挖三格宽呐、啊。在他跳得过来，我也没办法、啊。先挖三格，看看看会有多少怪会跳过来啊？那如果跳得过来啊，再多挖一点。谁抓我？谁在抓我？要死掉了，要死掉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血又变低了。血又有点低了，哦，这里还有，再抓就要死了，吐出你的腐肉，我好想吃面包哦，不想再吃腐肉啦，面包这个不行打，这个可以，我好想吃面包哦，有可以吃面包，面包，我来吃面包了，好可怜哦，怎么这么委屈啊，喂饱自己都这么辛苦，吃面包啦，面包只有一个，也不够吃啊，要配搭配腐肉了，搭配腐肉好可怜哦，怎么会这样子？难不成要去钓鱼吗 ？Blue Blue， 哇，搭配腐肉，好了好了，也没有办法了啦，只能这样了啦，这里有四个种子啊，挖一下挖一下，不是挖一下，开垦一下，一二三四啊。一二三四，种下去了，种下去了，又来了，腐肉又来了，食物又上门了，噔噔噔，爬过来了，小僵尸竟然从这边爬过来，你们是看到什么？哎呦，有胡萝卜胡萝卜太棒了，种下去，人间美味胡萝卜，人间美味，太棒了，太棒了！竟然有胡萝卜掉出来啊，太好了，太好了！你现在知道我很需要胡萝卜，所以马上掉胡萝卜下来，真的是，这么甘心哦，人这么好哦，他们都从这边跳过来了啊，哪有这么刚好的啦？我现在那个我的壕沟站已经挖一半了，挖到这里啊，让大家看一下，我已经挖到这里了，这里都挖完了哦，怎么有弓箭手啦？逮你一刀，逮你一刀！该得我死，得我死啊！然后那里怎么会有枯工冒出来？然后剩下这一块了啊，这一块也不容易啊。我们继续挖啦，铺一下楼梯啊，继续挖我们的壕沟。我的壕沟站挖完了这里啊，已经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了。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了，挖一下煤炭哦，有煤炭啊，看到煤炭就要挖啊，现在煤炭很珍贵啊，因为要插满火把，插满火把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而且我不想浪费绿宝石去做火把，不过我觉得最后应该也会要啦，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这么多啊，多到不可思议的腐肉。腐肉好多 再来哦啊，还有吗？好多好多好多，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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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抓了两下啊，爽了没？又有枯工了，他太准了，他太准了，赶快走过来，不行了，他们要大举入侵了，赶快先躲到家里！喂，太恐怖了！躲到家里，卡门了！这种时候还得有卡门，这种时候卡什么门？让我紧张了一下。先把这里补好。我觉得这里好危险哦。先吃腐肉回血。搞得那么紧张，真是的。为什么要这样子？回血优先啊！怪物大举入侵了啦！我只不过开一个小洞逃回来，怪物就大举入侵了。这实在太夸张了！
哦，有了，杀死了，再来哦，剩半滴了，剩半滴了啊，我剩半滴血了，好恐怖哦，剩半滴血了，哎。为什么搞得这么紧张？身上还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都没有。把这些石头放回去了啊！我已经挖完了那个山壁，哎呦，血回了比较多一点了。僵尸在哪里？我要去拿泥土，把那个洞，唯一的缺口堵起来。没有出来。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唯一的缺口堵起来，哎呀，我这里安全了啊，安全的啦，苦力怕，来哦，苦力怕，我不怕你了啦，来哦，苦力怕啊，僵尸们来哦，我也不怕你们的啦啊，你们走不过来了啦，好啦，在此我可以安心的开辟我的农田啊，为了为求温饱啊，为求我的温饱，开辟农田，然后把这些小麦通通种上去，会咻会咻会咻。种小麦啊，让我有吃不完的面包啊！我的愿望，我的愿望就是有吃不完的面包啊！再开辟其他农田，我把所有谷粉9个谷粉分解掉啊，也换了12个小麦而已。其实我还有撒在胡萝卜上面啦，结果胡萝卜都没有长啊，没有长胡萝卜啊，撒完的谷粉啊，花了好多谷粉，结果换到的胡萝卜啊，只有一点点。目前有那个有几个？目前有4个胡萝卜种在这里，才4个而已啊啊，比墙上的怪还少啊，比墙上的怪还少是怎么回事啊？我先要出去跟你们拼搏啦啊！在这边做一个可以走出去的楼梯，走出去的楼梯，这样，喂，哦呼，从这里走出去，啊，来拼搏，哦呼呼，哦呼呼，怎么这么凶啊？哦呼，怎么这么凶啊？哎，怎么这么凶啊？你们，喂，弓箭手，你们在哪里？哎哎，哦，你们怎么都在这？你们什么时候在这的？太夸张了！哦吼吼！哎，哦吼！哦，砍死你们！砍死！哦吼！嘿嘿，要砍死你们！哦，有骨粉了！哦，还掉一把剑呢！再来啊！再来啊！再来哦！哦吼！哦吼！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哦，再来哦！哦吼！不怕你啦！哦吼！呀嘿！再差一点火把啦啊！我等一下要扩张这里啊，这里是下一波要扩展的领地。希望能扩展到有河流旁边啊。喂，那个人有没有看到我？好像没有啊。利用草丛当掩护。没事没事。喂，哎呦，他看到我了，看到我了，看到我了！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啊！要闪人了！走人走人啊、跳跳喂哦呼嘿嘿嘿走人了跳进来了哦安全了安全了啊我应该要想办法啊这样子还好、这样子我只能龟缩在自己的领地我应该要想办法那个在那边就是引一条路到那个可以交易的地方我已经铺到这里啊，连接新大陆了。可是离交换啊、交易场所还很远啊，然后怪一直出来阻挡我，这是怎么回事啦？怎么回事啊？把这边擦亮一点啊，这边实在太暗了。这里以后都是我的地盘呢。蜘蛛，这边都是我的地盘呢。把这些地方还给我。把这里挖好一点没有带哦有带合成材把合成材放在地上放在哪里好啊这边放好然后合成架工具没有办法合成我的木材用完了没有办法合成工具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啊？啊，完蛋了，完蛋了，啊，走不过去了。我忘记带工具出门了啊！怎么会这样嘞？嘿，不妙不妙啊！那先想办法到那个我的那个交易所哦！快快快快快！我射哦，苦力怕那边下雪哦，哦，没射到了。哦吼，得我死！喂，不，差点摔下去了。你在干什么？你在看什么？哦，你在看着村民，这么有良心哦，在看着村民呢。喂，哦，我来了，哦，要把这两个挖掉，不然太危险了。喂，挖掉，哦，不然你们可能有随时都有丧命的风险呢。交易一下绿宝石佣魂，啊，我现在跟你换绿宝石。哦哟，换六颗出来了。嗯哼，我还有什么？来，换，哎，这个换不起，哎，换这个，哦吼，十颗了，我现在有十颗绿宝石了，哦耶，十颗绿宝石换铲子，哦，砍头斧，换一只十字镐好了，十字镐幸运之心，哦，幸运之心换一只，哎，我没有铁镐，我没有铁镐不能换，太可惜了。驱魔钓竿，换这个啦，幽灵之剑，把我这一把剑拿去换幽灵之剑啊，幽灵之剑，哦，我现在有幽灵之剑呢，锋利 V， 这个锋利八，不知道有没有比较强，不知道啊，等这个用爆，用时钟剑用爆之后，用爆不知道等多久。全部拿去换火把好了哈，全部拿去换火把啦！哎，为什么？哦，没事，我以为为什么只有得有48只，居然补在下面了。那该换的啊，第一批换完了。我不知道我来这边换什么鬼东西的啊，先回去了啦。太好笑了，都不知道自己在换什么。啊，走了，回去了啦。啊，回去做我的面包吃啊！啊，这里点了这么多。这么多火把还是生这么多怪，什么时候才不会生怪？哎，我现在回到家中了啊，家里的空间。那安德是不是刚才躲在我家？因为下大雨啊，安德一直闪烁。呜呼呼呼，安德不要再闪了，你看起来好可怜哦啊！好了，先分解骨粉啊，然后换一点面包吃啊，快饿死了。呜呼，每天都在换面包。希望我哪天真的可以吃不完的面包啊！现在我有六个小麦，哎，六个哎，两个面包换到两个面包，吃一下这两个面包，我吃哦，先啊，宝石度满了，好感动哦。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了啦。今天呢，我们已经挖了一个，这个算壕沟吗？反正就是啊，与这个山壁隔绝了啊，山壁的怪应该跳不下来了啊，应该没有怪可以跳过来了。那还有什么？还做了什么？哦，还去换了一大堆没有用的东西，换了这一把剑啊，好像很没有用哎。啊，换了这一把剑有比较强吗？哎呦呦，好像有哎，好像有哎，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集再会，拜拜喽。